来了一群新家伙，你怎么老待在地板上？妈妈听着谁说话？天局三分钟，好像煮得不错。洗澡喽！不要！这水，原来洗澡还挺舒服，哇，暖乎乎的，太香了，有你们陪着真好。万家乐，乐万家。好，我们来到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啊，最后一场比赛是这个 Chap 要对阵的是 Kid 啊。我们来看看春点位啊，地图上方的四等方向就是红色的人族选手 King 啊，地图下方的五等方向就是蓝色的神族选手，来自于金尼尔战队的 Chap。你这场比赛，你先说一下，我做他们的 ID，他们那个。这场比赛其实总的来说的话，这算是一场实力比较悬殊的比赛，所以说在这边我也是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下杰伦，买一下那个 Trap， 杰伦没什么实力啊，就那个 King 没什么实力。King 是一个韩国比较标准的人族选手，他的实力可能还没有，应该不是可能是应该没有 Q 二强。好久没看他出来了。对，最近好像什么比赛都没出现，所以说这名选手，想要获胜的话，肯定还是靠实力是不行的，肯定还是要靠一些战术。对，这波非常快的一个探路，不让你阴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 King 其实打的算是韩国一流的选手，对。但之后感觉也就这样了，就没有说这种很惊艳这种感觉。死神开没什么问题，但还是个问题，就是在现在这个体系下面，我相信 King 也知道这个体系，就没有人会不知道呀。看着嘛，我觉得未必。因为这体系太好学了。哎，那我换句话说啊，就如果说我们两个是一个队的，对吧？啊，那我是个神族，你是个人族，对吧？你现在这个就所有人族都知道体系嘛。然后我这时候我问你怎么破，你会跟我说吗？应该会。为什么？你就是你是神族，我是人族，对吧？对啊，那我就被你打得很迷茫嘛，那然后我肯定找你练习嘛，你就知道体系跟我打嘛。会说的，自己一个队的都会说的，看关系的。因为很简单的，我不告诉你总就我都知道怎么破了，他妈肯定也有人知道怎么破的呀。那总会你总会知道的呀。那我今天告诉你，那以后我他妈迷茫的时候，你也会告诉我的呀。那倒是，对不对嘛？那么我现在去藏一招，他妈以后你也藏一招，那大家都藏招，要别打了，我靠！哼。要么我就很毒的那种，妈的，老子就妈靠自己的，我也不靠你们的。哎，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吗？告诉你，如果是徐浩南，你知道会怎么样吧？徐浩南干嘛吗？他会主动告诉你，他会主动告诉你这个战术要怎么防，但是告诉你的东西都是错的。切，就你妈这种反向，你去练你妈的九阴真经，就是装菜呢？不是装菜，就是告诉你怎么打，然后你再跟他打两盘。对吧？然后妈，然后他故意放个水。我说你，我跟你说，就这么打呀，这么打我防不住啊！我靠，那么阴！关键是最阴的是这狗逼，最阴的是这样子。然后你不是赢了他，是不是去打比赛了嘛？对吧？啊！那打比赛又被人家干成屎，然后他回来，你会问他为什么我又被干成屎？哎，那个人很强，我没他强，所以说你打不过他也对的。谢谢你们，感谢暴风城的魔法师的一个飞机。谢兄弟啊！我靠，你妈的，徐浩南太他妈阴了。
此人不可重用也啊。是不是你说的没错。哎 ,Kim 不知道这个体系啊，他是用的自己的体系。他肯定不知道，因为他知道的话就不会。这什么东西啊，故意放进来重克雷。这哎呀可以啊。我操，有点东西啊。你们还卖个破绽。哎，这个 trap 真的是。他妈太厉害了，主要是。他如果菜一点他就直接在这里打农民。他妈的 King 就傻逼了。他还往上拉一个。好，看到你三开，直接拖农民，拖农民走了呀！你把你三开是吧？哈哈，怎么 trap 都不遭中了？这个摊面 ，King， 我去开盘。这个摊面过来有点凶的。trap 要顶出来，这个时候要顶出来，但他还没看到，他没看到，哎，他没看到！天哪，加好了！哎。先点，先点，修！哎，第二个坦克为什么不架？他为什么不修嘛？哎，架呀！就地堡点起来呀，修地堡点起来，该把坦克修一修啊！我觉得这波杰伦打进去。对呀、啊，这打的什么呀？好了，这你这个被耗掉。消耗掉他不是这个这。完了，他被缺不三遍。我也感觉。你妈的，这种都打不下来，他绝对要被三点，又不会最新的体系。哎，说白了就不研究了呀，这怎么办嘛？不研究你这他妈怎么打的？打不赢，这肯定打不赢。你看看太子一研究，马上就变强了。那你也要想太子。他有队的。他有队。杰伦没队，这倒是。妈，这不是被甩成马？那怎么办吧？这第一波你打成这样，你怎么办？跳你家去了呀！这个时候可以。对啊，跳家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关键三矿一点损失都没有。不，还有，其实就是，还有其实就是那个，就是 trap 有点强。那是。这个也不可否认。trap 现在是韩国最强的神族之一。但是用吕布的话来说就也还好。那是吕布嘛，那天我看吕布的采访嘛，就接受打完他不是八进四要打 trap 嘛，然后那个采访问他说现在 trap 气势非常的深，你觉得怎么样啊？ trap 他打的一般、啊、哎呦漂亮。这然后吕布说 trap 打的一般呢、啊、他这种选手没怎么进过八强，应该会紧张。这他妈的吕布，吕布你妈的最近找到一个新体系，现在各种跳、啊、这被跳成马了这个、啊、我发现、啊、只要有他想跳其实还是能跳得很好的呀，任何神族都可以跳成趴那种感觉。你单线也能跳成这样的呀，趴挺强就强在他你妈的一直在跳，对不对嘛？你就你自己一个人来跳你也跳得很好的呀，就一个跳嘛。对啊，好了 all in 了，这个差距有点大。妈，我出来别人四技都开了，你 all in。 坦克都没了，这个差距真的有点大。全部都顶出来乱来了，都在，真的都在乱来了。后面再来一排叉，我靠，这一排兵都打不赢，还拖了农民都没打赢。是跳走，不也算打赢了，也算打赢了。没用啊，他妈的农民死完的一波啊，这是直接跳脸了，一个跳脸追一波。哎呦，他这个算了呀，他这个冷静用的有点。杰伦算了呀，杰伦算了。哎呦，漂亮！妈的被秀惨了，蛮不秀。这种就是感觉，这感觉很好。关键他那个冷静，他随时随地在收东西，你知道吗？他点的很好，他全部点的光头。
哎呀，杰伦呐、啊，被暴打，有差距啊，真的是这个差距有点大，有差距，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打不过。今天其实最伤心的是嘎吉，他妈帕金不伤心的，妈的，朗格拉诺克也很伤心好吗？帕金、朗格拉诺克都是零比三，啊也是，那就该死，你知道吗？对不对嘛？等一下，进来，吕布跳，我告诉你，吕布要不要把自己跳死了，一会儿。巴金斯却不教他做个人，新体系是吧？很有可能。问他，你是新体系是吧？没用。杰伦呢？我靠！你打傻了这旁边。啊，他重启一下，他觉得有点卡。哦，等等啊，他重启一下。嗯，说一声，稍微等等他呗。嗯，我觉得呢，今天就这么看下来嘛。啊，就今天这么看下来，其实现在的欧美选手，包括这些就是，中国台湾的选手啊，包括明天我们中国选手，其实都还可以。对，都能够在这种比赛中能够跟韩国选手一较高下。对，这其实呢是我们蛮好的，最希望看到的。哎呀，大家都打得有来有回的最好了。对啊，也不能一直抢下去，对不对？一直抢下去就跟什么一样，就跟乒乓球一样。乒乓球这种就太强了，太强也不好，对不对？嗯，大家实力差不多，这个才好玩。好吧，来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出生点位啊。地图下方的这个五点钟方向就是蓝色的人族选手杰伦啊 King。地图上方十点钟方向就是红色的神族选手，来自金牛战队的 Trip。嗯，这两个人呢，第一盘打完之后呢，这 King 已经感觉没什么机会了，感觉。嗯。啊 ，Chip 这种都能赢得那么轻松，老子妈每次看到 Chip， 一个 Chip， 一个你妈清本，永远都是那两张脸。切，妈一样的，我靠。Chip 其实有段时间还挺厉害的，就是当时教主还在打的时候。他打 IEM 号称六脉神剑，一手这个先知甩得非常的好，先知有点好了，就是七进七出。当时他第一次好像第一次来打那个功夫杯的时候，我们还被称为他是什么魔界大将军，对不对？是的呀。当时的确有点实力，但是呢，现在呢，就他其实很强，但比赛的、就是、打不出来，他比赛心态很差。对。上次那个杰斯预选赛，他在广播赛里面输给 Time， 输完之后，然后直接在那里砸键盘，妈的马入慌的一逼，不敢说话。然后 Time 看了一圈，哎，我们中国人挺多的，不要慌。啊，刚 Time 开怕被打，你知道吗？好，基地还是放下的、嗯，问题不大。哎呦，让你装逼，我靠，其实明天可以好好看看那个就是中国选手的发挥嘛，明天至少三个中国选手都要登场， Coffee IA 和这个 Time 是打刘建宏，然后 IA 是打清本，然后 Coffee 是打 Impact， 我估计也就 Time 有点机会。Coffee， 但是那天我看他打嘎吉那个操作呢，还的确还是挺好的。这边拖回来 ，VC， 要交你人呢。
在我在我在、啊、VC 他刚才是 VC 照了一下然后退掉了就、嗯、不退掉就没照他不想让你看到也没看到嘛杰伦真的没有更新自己体系啊还是之前的那个套路哎呀你也不能怪他你也不能说这个体系感谢求大仙来我高考考不好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啊好好高考加油、嗯别想那么多了啊兄弟好好这个该复习复习啊你妈现在还在看直播你高考考得好有鬼然后哼临时抱佛脚呢哎我就是高考前你妈打心机然后考得一塌糊涂我操啊有佛脚抱总还是抱一下好一点我高考的前一天还在网吧里面打心机被我妈抓出来骂成狗了我操哼然后就高考考得很差本来我以为我高考嘛我觉得我正常发挥考核川大应该问题不大的可是后来呢妈后来就只考上我们这个破学校了呀我靠哎你也不能你也不能说你们这个学校破对不对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哎这五个啦六个强换啊光头火车强换一波还没什么用啊你这个还行你这换完之后对方追来反应啊你会吐出来的呀血盆也不亏啊就六个农民而已我刚才第一时间是这两个兵堵口的话那对那我一点机会都没有一个都没机会哎克雷跑快跑这一波不宁可这样的一个压制却不是完全没有压力啊这三个开得很爽嗯不就你以前的那些体系你打布林克哎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哎这就你不是我就这样说你以前的体系你去打布林克开局你就怎么都要被他跳到东西怎么都要亏对就以前那个体系就不行不知道李鹏家最近学会了没有今天我待会儿晚上他在的话我问问他什么有一套 TVP 体系、啊这个、嗯他肯定学了他肯定还有自己的变化但我觉得你最好别去教他他有自己的想法因为你教完之后他万一迷茫了被刘建宏吊打我不教我不教我只问他会不会教体系他肯定会的第一哎他你妈一个舔狗他怎么可能这些东西不会也是他是个舔狗好吗哎没事没事差一点你要知道一个舔狗他妈最重要的就是别人大哥的战术一出来就开始各种学说的没错不是啊我的意思是他如果说还没有融会贯通是不是今天太子那几场我可以发给他不没用太子这根本就没打出什么大变化真的也稍微嘛还是有点应变的呀别了他自己有自己理解你别去搞他妈的让他去死吧他今天暴打你妈的茂神就说明他也是进步了这你暴打茂神就进步茂神之前他妈的你像他每次打茂神都是打得很虚是不是那是倒是现在他的心态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茂神就国内的选手很难赢李平南只有我在看我看来只有一个人能够这些弹幕你妈都在怀疑我靠他说你他妈的考得上川大没有我们那个年代考川大不是你们想的那么难我们那个年代考上川大大概在四川570分吧你就说你考了几多少分我考了510分所以考得一塌糊涂啊其实我觉得我平时因为我摸底考试每次不是之前有个摸底考试的吗高考前我一摸二摸三摸我都考的是580左右我就觉得妈的应该随便考呀我操哎这波来了结果他妈的来了到高考才考510炸漂亮啊其实刚才应该把那个什么用啊他强秒坦克了刚才其实应该把哎可以锁了一个不朽这个不朽锁了就凶了刚才应该把一场外面的兵接回来的对但没关系他刚才锁了这个不朽让坦克没被秒再锁
说，只要说，他们又来个不行，又来个不行，不行，只要坦克还是要被秒，但秒了就不需要留下，有机会一波捅死哦。这运输机很多啊，这加得过来，加得过来就行。这个不朽，一个不朽的输出还是有限的，刚才是三个锁等于把不朽废了，拖一波农民在挡了，来个坦克有可能一波接死了，死了、让你们买却不是吧，吉吉这杰伦爆发了，哎，不会吧，确普，你可是七千分神族啊，切，我都觉得3-0了，主要他第一场打的真的是太臭了，哎呀，这他妈的，现在这妈只有12万680万买确普，今天他妈不要遭重啊，我跟你说。太爽了，这种680万买，啊，如果我们这个号能买的话，我现在全部 all in 杰伦。哎呀，进，确不如果再输一场就真的危险了，确不是一个心态很差的选手，再输一场心态要崩。这次也是因为有了赞助商的支持啊，我们把这个比赛奖金是从5000美金改到了10000美金啊。嗯，只要进了16强，都有250美金打底，这个还是不错的。啊，这兄弟不进吗？哎，以前那个经常说什么泡咖啡啊，泡果汁那个狗逼解说是谁啊？啊？以前不经常有个妈泡咖啡、泡果汁吗？跟我说，泡咖啡、泡果汁是什么东西啊？就以前不是我们做公务杯的时候嘛，经常有一个解说说稍微等待他去泡杯咖啡，忘记了。那有没有这个人？你就说，这你妈够了。当时我就想，以前的狗逼每天都妈泡这种东，泡这泡那的，烦的一逼。好了，双方的第三场比赛，国王藏宝地。嗯，我们来看一下出生的点位啊。好，来啊，地图上方的十点钟方向就是红色的人族选手杰伦啊，正在地图下方的五点钟方向就是蓝色的神族选手，来自金色战队的雀普。刚才只是技术调整，不要慌，大家不要慌，不可能的，我不信。说的没错，慌个毛，你看杰伦都不用最新的体系，说明他最近其实没有怎么关注过最新体系，可能都不太练了，就自己的一套，对啊，你自己一套弄就完了。确普的确有点没把杰伦当人，是真的。对，当然也有说法是，就你打不管打什么比赛嘛，你只要适合自己最好嘛。是的呀，所以我跟你说，让你别去教他们呀。哼，让他们自己用自己的东西不就好了吗？首先你没不明白一件事情，黄旭东。什么吗？我去教我如果去教他，他你妈会听我的吗？妈，他傻呀，他说不定你会听的。我不信。哎，你他妈认识的选手多了。选手里面他妈傻的人多了，你他妈稍微怎么就像你这种去吹一吹，他说不定觉得你还有点江湖地位，你妈就信你了。毛，哎，真的呀，以前选手很傻的呀。那这不是不是吗？不，李培南被我们忽悠太多次了，他现在不会信我们了。那现在比如说夜蝶，你忽悠得到他吗？我觉得要看什么事。 有机会吧。要干什么事？不就打星际上面啊，就跟他给他说个战术，对吧？你觉得他会信吗？他应该不会信，因为他有自己的一套。不，那你忘了他会跟你反驳吗？那你说谁会信？我想想看啊，首先这个选手呢要色死不，哎，以风，哎，以风会信，以风会信，会不会骗到他？会，以风会。那个黑考克会不会被骗？也可以，这两个一看一看这个一看面相就好像有点傻。
不就说了吗？我告诉你了，哎，他是先地堡在 VF 啊，他知道对方野兵营的，好吗？可以啊，他知道对方野兵营的，他第一时间看到，他就把这个基地先不造，然后先把地堡先下来。哎，上面海上的地方那么稳，也对，啊，进去了，上面下个堡，他是怕这个直接进去，这个真的稳吗？随便我跟你说几个你就骗得到的，可以退啊，上面那个宝石没有意义了。对吧？你说那些老逼，估计你是有点难骗的，这个是真的。这涉世未深的都能骗。妈，你这话什么意思？怎么叫骗我？哎，我从来不骗他们的，好不好？我以前徐浩南咋是被我骗到的？真的。感谢佛心黄大仙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啊！哟，漂亮漂亮，把握住这个角度。反正导弹车出来就没事了。他想把这个修好。妈，我就要。啊！哎呀！妈！你妈个鸡呀！就差一下，很真的就差一下，碰一下就鸡好了，的一逼。真的碰一下就好了。但这个其实野兵还是有点价值的，至少对，基地还是卖了好多。已经算防的不错了。前瞻期以前被你骗吧？前瞻期就不前瞻，就是我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呀。但问题是，他是答应你是答应，但最后但是他还是会爆蟑螂的呀。不是，我叫他爆蟑螂的呀。哦，他妈的，原来是你他妈这样害别人。我跟他说，妈，你看这个兵种对吧？当时不是刚好那个就蟑螂不是射程有3个还是我这4个？对，然后我说蟑螂这兵种加强了，妈的，你看这个兵种那么适合你，不我用就爆蟑螂就好不用这个靠不用这个，然后他妈他就走上这条路，然后还走出了一片天。对，然后我跟他说，你这个蟑螂你包，就当时不是还是要防三不朽这种东西吗？那我就让你包抄蟑螂包抄，对不对？那包你家。教了别人那么多，你为什么不用？完了，我觉得蟑螂这个品种有点傻，当然不用啊。哎，为什么最后他你妈就靠这种就你妈你骗他，然后出了一个兵种，然后他最后练出来了嘛？说明一件事情，傻人有傻福啊！你妈的，难怪我说他怎么对蟑螂那么执着，我靠！好了，这边是雷达确认了你的科技啊，还是一个 Blink 啊，过来压制。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双方这个局势，两个人都能接受。对，就看杰伦怎么推吧，这盘三矿已经偷出来了。看那么多，这边那么多兵的感话，谢祝兄弟们身体健康的100个福袋，这你妈！感谢兄弟啊，100个妈个这身体健康。却不要去他家里面搞事儿了。那他没，他应该没布林克吧？他没能有布林，他们能进呢？你没有那个，你怎么上跳上去啊？跳上去也没用啊，别人架了坦克了。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有点用的吧。不过杰伦已经在防了。他在等那个，他等 OB 太慢了，这 OB。两 BF 还是猛男流。这个两，说实话，这个两 BF 好慢呐。好，刚又看到双线，双线。哎呦，哎呦，差点被秒！哎，完了，被锁了，尴尬了。我等了那么久，那算了呀，那就不跳了呀。算了，回家运营去了啊。反而不跳，反而是好事，跳下去说不定全倒。我直接四开啊，这个猛男流好快啊！猛男流就这么打，猛男流要开矿开的快一点。因为他所有的这个气，基本上就寒气的兵种不多，就是完全是靠这个擦来怼。强行爆叉了，这波就是。
龟裂托然后爆叉，又跳得漂亮漂亮漂亮，这跳得非常好。追猎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你这个就拖嘛，追猎在前面拖，然后刷叉呀、啊。对，现在就要靠完全靠自己爆发力了。有这兵营补的简直就不是人，那么多的兵营，几个兵营嘛？八个吧，然后再补十二个，是十二个吗？一二三，七个，十个，六七八九十，十兵营，再补两个 rest 就十二个兵营再刷。这波真盾一攻好了肯定要推的，这波你就在猛男流的话有个渡鸦在其实蛮克猛男流的，对他炸一下你攻防就没那么厉害。哎，刚说刚话音未落、哎、必须要留两个追猎，所以一封去死吧，黄蓉你也要死跳。哎，叫孙哥，我靠，黄哥走了啊，孙哥忘记跳了、啊我孙哥忘记跳了，我操！还不上吗？这个等两攻两防，这个就在这个一攻好的时候，就是人族的 timing。如果等两攻两防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局面基本上结论就没机会了。因为神族两攻两防已经在升了呀。对，就这个两攻两防太快了。对，先把。现在我期末考是挂科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啊！他要搞鬼兵一波吗？哎，那个鬼兵出来，我估计对方两攻两防好了。好，绕一波。没用，你这坦克不带穿，你不所有的主力带穿根本就没用。哦呦，这看到了吗？看到了，好像晃到一点。应该看到，应该看到。晃到一点，晃到一点。算了，算了。算了呀，这。他妈的，这不是算了的问题，他追出来了，哎，他又回来了，哎，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这你妈，你下来干嘛？下来干嘛？哎，一个追猎、啊，一个追猎就下来了，他看到一个追猎他就下来了，不，你本来这个时候可以跑路的呀，也行吧，也行吧，也行吧，哎呦，这还不行，被插了，要被插了，要被插了。我靠，猛男都顶到脸上了呀，他的冷静呢、啊、打不动，冷静在这边，这边飞一下，飞三个叉，然后直接去家里面吧。哎，没去，真打不动。哇操，他是不是人？马两攻两方好了，两个两方这边就可以冲了。妈，这边这个兵有点多，这边可以突突突。这冷静切在后面，其实杰伦虚的一逼，家里面在防冷静。好，五矿已经甩了。杰伦打不过去，绝对打不过。他就靠前期的一个一波，我觉得有机会。他能打后期。出门是吧？哎呦！出门是吧？这。好，拉开开盾走。你有什么资格下来？我就问你，你有什么资格下来？啊、这猛男流真的猛，下面是你能下来的地方吗？叉子马上来了，闪电已经等好了。家里面，哎，家里面刚才那波，哦，好像死了那个人家，没死了，死了，没事。那无所谓啊，他闪电马上升好了，没死，在家里面再刷出一点、啊，还没死啊！我靠，好，闪电来了，正面冲一把，哎呦，两把，我的天！哎三把合球，还有一把在等你过来，继续一把。基地强一点，基地。哎，没点。他找个机会垫一下就合球了，可以。杰伦暴兵嘛，也还是挺猛的。但总的来说，细节太差了。就体系太老了。基本功什么倒是没什么问题，就体系太老了。要冲了呀！你妈雷达看到这些叉子脚都在抖，好吗？好了好了，
这种冲一波冲死了吧？闪电！哎呦，没事，就这样吧。啊，这种妈的标准死刑要再好，死刑要再好，不标准死法呀，这个是三个不朽，死刑要再好也没用。算了，三个爹好吗？就是，这不就人族标准死法？这门都出不了。对啊，被猛男流一直摁在脸上打。上几个版本不是上几个版本吧，就上个体系里面，就是杰伦这个体系就是被完爆的体系。就为什么这些人族都打不动，就是这套体系打不动。打中猛男流真的，你等他两攻两防好的时候是猛男流最强势的时候。嗯。你要么有马路这种后期能力，那你还是可以的，可以打的。对。要不你就革新呀，你学吕布那套呀。现在我很好奇马路怎么打。马路现在闭关好吗？好了，马路下次比赛你只能等到这个解锁了。什么解锁？那个全明星赛或者战队赛。战队赛了。哎呦 ，EMP 提前打没打到啊，直接一拳打死。算了，这杰伦打不过杰伦打不过确保。我只能说大家的眼光还是独到的，的确买确不是对的。我说明我们这里面的观众大部分人还是看星际的。没错。懂啊懂。看一下下一张地图。冰海未成。进吧，嗯，哎，我他妈拉了却不进来，搞毛啊！王健，去死吧！血谱，就等血谱了。等他呗，来了，好，等着 trip 来了，我们就开始 go。够了啊，兄弟们，第四场，够呀。啊，如果我要是杰伦，我就打中前期的一波，我不跟你说其他东西。因为没用，他打不赢呀，他也想打的呀，就第二盘那种打法呀。因为他不想打嘛，他打不赢那怎么办嘛？与其坐以待毙，对吧？不如拼一枪。这一盘，啊，算这盘就不可能了。这盘如果能赢，下一盘就直接两兵营拼一枪。哪那么容易啊？我就从杰伦和范太子这个表现来看的话，范太子的确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选手。你看，你想他还是就很会准备比赛的，革新的很快，体系就那么简单。这就是职业选手呀，有什么好的东西马上就拿来学，是不是嘛？嗯，我靠，这他妈谁切的那么快啊？我靠，这他妈疯了、啊、这个人！我来看看第一视角，看看 trap 的第一视角。好快啊！哼，他你妈切那么快搞毛啊！我吃个豆腐干，有点饿。狗逼！不吃一块，妈有点饿，垫垫肚子。感谢球奶，我今年考不进北大的一个飞机。我靠！兄弟加油啊，努力啊！算了，兄弟，这个时候还在看直播，考个毛北大？这种学霸往往都是自信过了头。北大，然后就遭中了。哎，现在是不是先考再填志愿啊？啊，兄弟们啊，不过我这有，不，你这有延迟就不用想了。以前反正都先填志愿再考了。对啊，以前我们他妈先填志愿再考，他妈很赌命的呀。
现在好像我好像记得好像是，好像是先考再填志愿，你考完之后你感觉自己考得好不好，然后再去填志愿，对吧？对的。应该是这样吧，现在。你以前嘛的都是先填志愿，你感觉自己考得好，考你就填什么志愿。所以说有谢谢老，那么多现在摸底我考呀。公考面试失败的一个飞机，有什么？都有那么多摸底考呀，让你感觉自己大概能考到多少分？是呀，老子就被摸底考骗了呀！这，不，也是自己的问题，自己问题，自己。你这我妈的高考前一天，你还在妈网吧在打星际，你告诉我你怎么考得好？是呀，所以哎，打进去走，不可能的，没打进去，我靠！所以把自己骗了呀，野飞机场，拼了，拼了，拼了！我也不想的呀，是不是？谁知道发挥失常了嘛？没有，其实毛，不，其实是这样的。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挺偏科的，我英语很菜，你知道吗？我英语很菜，我高考才考95分。哎，追猎来了，这妈压伤了呀，这个英语很菜，我比较强的是数学、语文、数学、语文。还有那个物理还可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考综合卷了。我的生物很菜，我数学特别好，我从小到大数学都很好。属于那种蛮牛逼的数学的。但如果你光是数学好，其实也挺牛逼的呀。没用呀，妈的，一科有毛用啊。哎，这我怎么觉得杰伦已经死了呀？他妈压成弱智了！大家肯定他们又觉得我是在吹牛。我数学和语文大概都能考到130多分，我数学能考到135，语文能考到130。英语呢？英语妈勉强能及格，90分，90-95分。生物呢？生物基本上不懂。是吧？我就基本上不懂，是吧？怎么个鬼？他妈就很菜，你知道吗？他妈到底有多菜？我操，基本上不懂，就很菜。好了，姐妹加一加，5个都没有，就很菜啊。然后化学也不好，然后结果大学还学的是化学专业，化学也不好，化学也属于那种只能及格那种，物理能考个110、120那种。120左右，这波应该再投一波火车，就胜负的关键手就看这波投火车了。我这波火车能杀穿的话，那，当我没说，这已经被发现了。哎呀，反正他们肯定都觉得我在吹牛，算了，不谈了。什么你妈的什么跳远3米1这种你妈也是吹的，我跳远三踢球踢不来他妈也是吹的，反正都是吹的。但我就告诉你们，老子数学真的以前很好。就这波火车的胜负，哎妈的，哎，能不能再串上？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哎，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杀了7个农民不多呀，亏了呀，4个火车带一个运输机，杀了7个农民不多呀。感谢龙翼云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啊！农民是补上了，但是整体来说，部队数量来说的话，就差很多了。这机场还不能掉，机场一掉，待会儿出大事了。哎，不会，我觉得要被一波啦！相信一波打脸呢，没。但有2个坦克拖农民，强跳过来，哎，冲动了点吧，没跳好吧？这波他有能技能接，哦，还行还行，叉子接回来。哎呀，完了！算了，直接跳脸了。哎，不要去，杰伦是真的太跟他差距太大了，就体系不革新，你就打不了。我现在发现这些人族现在这听力都还很积极。你想什么 major 对吧？李佩南这些其实现在 TVP 都还不错。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功夫杯啊，就到这儿结束了。我们要等一下那个时间啊，兄弟们，嗯，我去个厕所，你待会去儿吧，你要去要睡的话，你我去，知道了，你先闪好。好。